这边由元华油品公司这边今年代理日本考斯木公司的Friendly 哦，作为水性切削容易的减量装置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产品。我们的产品就是日本原装进口 ，Cosmotech 哦，考斯木公司的一个由那个水溶液减量装置。哦，那它就是因为我们在油品这边市场哈，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加工厂他们的切削液在处理上遇到了一些障碍，所以我们公司就引进这个新的设备，然后为各位这个淘哥来解决水性切削液的一个处理的问题。好，那这一套设备最好的地方是在于它节省能源，然后它能够有效的把这个切削液减量，最大可以达到20倍的一个减量。那出来的这个再生水它也很容易的达到一个排放的一个标准，就是说例如在工业区你可以直接进入到工业区的下水道，不用在这个老板再多花钱来做这个进一步的处理。目前因为我们公司今年度引进了这个新的事业部，就是在水处理这个部分，所以我们在水处理的相关的人才哦，包含例如环境工程的啊，水处理的啊，包含机电哦，配管这些人才都是未来我们公司哦想要陆续增援的一个人力需求。